下一位活动嘉宾曾静华。好，我身上今天穿的都是 Dior 跟 ERL 联名所设计的，它是限量的款式。那我自己非常喜欢它这一个很经典的图腾设计，对，然后它有一些灰色的光线条。那像我的鞋子呢，它是丁香紫的颜色，那它的设计理念是一些滑板的风格这样。那我最喜欢的，今天最喜欢的单品就是这个包包，对 ，Dior Lock 的包包，公式包这样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它整体的设计，还有它这个配色，我是最喜欢的，就刚刚好背到它，可以说一下最近都在忙些什么？最近我都在休息，对，因为我从大概12月开始忙完。然后最近给自己一段时间可以消化休息，这样。嗯。2023有什么新计划吗？2023，我想要买一台脚踏车。对，然后我想要自己可以有空多出去走走，然后去哪都好，就是多出去走走这样。环岛之类的吗？也可以啊。所以意思是2023年的工作会减少？就重心放在脚踏车上吗？没有，就是看看缘分啊，就是看有什么机会出现，我还是会接。对，但就是真的要自己要消化一下。谢谢。那么请中央官方摄影之后，帮我移动到第二排的摄影大哥。好，视线正中央之后，视线帮我移动到右边的摄影大哥。右边的摄影大哥，打个招呼。好的，再来移动到左边。好，视线移动到左边，我们回到。感谢，最后移动到正中间，正中间我们好，最后三秒钟我们就进入电子媒体联访，3、2、1，谢谢，稍等一下，我们进入电子媒体联访。正中央官方摄影之后，帮我移动到第二排的摄影大哥。好，好，视线正中央之后，视线帮我移动到右边的摄影大哥。我身上今天穿的都是 Dior 跟 ERL 联名所设计的，它是限量的款式。那我自己非常喜欢它这一个很经典的图腾设计。对，然后它有一些灰色的光线条。那像我的鞋子呢，它是丁香紫的颜色，那它的设计理念是一些滑板的风格这样。那我最喜欢的，今天最喜欢的单品就是这个包包，
对 Dior Lock 的包包，公式包这样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它整体的设计，还有它这个配色，我是最喜欢的，就刚刚好背到它。可以说一下最近都在忙些什么？最近我都在休息耶。对，因为我从大概十二月开始忙完。然后最近给自己一段时间可以消化休息，这样。2023有什么新计划吗？2023，我想要买一台脚踏车。对，然后我想要自己可以有空多出去走走，然后去哪都好，就是多出去走走这样。环岛之类的。也可以啊。所以意思是2023年的工作会减少。就。没有，就是看缘分啊，就是看有什么机会出现，我还是会接。对，但就是真的要自己要消化一下。谢谢。